哦，对，昨天是做出那一只玩偶，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口号是什么？关紧闭。哎，西游记。我们口号是什么啊？关紧闭跟什么？忘记了。囚人を正しき、さあ、刑を執行するぞ。あ、关紧闭喝青汁。对，关紧闭，关やめ紧るの闭。ですか？世話してやろう。選ぶがいい囚人。是这个关紧闭是吗？特训是可以消除弱点，是这个没有错吧？不是强化吧？是特训没有错。然后喝青汁。喝青汁。要关几天才会更改啊？要关几天？有人知道吗？3年以上，10年，最高10年。欸，怎么会爆音啊？怎么样？怎么今天会爆音呢？34块是怎样？不要，我要把它领出来。我决定把它领出来，直接去打殿堂。不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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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领出来，我去打殿堂。出国させまだ成長はしていないが出国させるのか囚人をさあ刑を執行するぞ雇われですか時間です囚人回忆部分剩最后一个章节，就是去攻略姐姐的殿堂。真是太可靠了。接来了。さあ、行きましょう。怎么剩334哦？我昨天剩5334，然后刚刚一开起来的时候喝了一杯青汁，对吧？忘记昨天我们最后的口号了吗？今日も始めようか。喝青汁，关紧闭。个妹子都没有带，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
四五郎45级，我等级都偏低耶。 给名字穿泳装哦。内部区域说不定有入口，但为什么要去？ 看了，我刚没看那个那些字，为什么我要按这么快呢？管家装，哎呦，帅耶！不然主角让你当了，我看鼻屎是不太行。 哎呦！这三岩御圣所出现的独角兽大哥吗？看你太强了吧，万能属性。 我的，哇嘞啦，浪吉，浪吉的哇嘞，靠背太多了，教皇，尴尬，拉米亚不要，垃圾，不要。そいつのゲットは初めてだな、ジョーカー。 炎狱圣所破关啦，轻松屌虐。あれ？あれ？ 解决不了怎么办？正体を見せろ。勝負はついたようなものだ。おお、好帅哦！
啊，他们有 A O E 哦。帅，虽然穿那个很搞笑，但是还是挺帅的。一歩前進だ。よし。よし、次だ。ジョーカー。风水钥匙。这个总可以进去了吧？整层楼剩这边了，还不能进去？妈的，要翻脸。咨询连接到那边的终端机。啊，那里就是这样。看清楚，怎么这么随便？知道为什么那么强？干，那你可以不要讲吗？这样讲完之后，在我心里埋了一个伏笔是什么意思？就不能让我给我一点惊喜的感觉？用这个蓝打好，来血祭他。哦，一点都不痛，只好来个五月忍者，让他背死。怎么了，钱？没这回事。去。在哪里？我有点小迷路哎、哼，我怎么可能在这种小地方迷路？真的是不要开玩笑了。看清楚。快结局了，应该快了吧？就应该十几个小时而已。我的技能。女武神是没有弱点的、啊。他的攻击方法にしましょう。
加班加班加班加一下下加先加一下下就重反击什么意思啊？奈。奈。好，我决定。重複属性が無効ね。他の攻撃方法にしましょう。あーしば。好、使用塞欧。そこか。おお、すげえ。貴様。格の違いを見せてやるぞ。哎，女武神很强哎，我现在才觉得她现在很强。好，我们最后一拳使用奇迹拳。轻松点。この勢いで次の角。OK、先を急ごう。专业的盗贼。的雪茄。哎呦，这里怎么有人？こっちが有利だ。もっと恐ろしさを味わえ。ロビンフット。敵だ。いいぞクロー。不能再明智开招了。まだ終わらないぞ。大火是吧？我的天哪，我居然没有火的角色。好，只好使用电光石火。こんなものかな。嗯，昨天剧情蛮重要。昨天剧情主要是在说，这个去了祭典之后，有个那个学员祭啊。最后我使用了老师，这个是最重要的剧情。不是这个。
不是使用，我最后选择了老师。この雰囲気。又是安全小屋，怎么这么多安全小屋？啊！受不了。つけておこう。一直要我记录，我最讨厌记录。不是啊，选择了。トギスマセ。谁敢物化女性，我第一个打死他。感じるぞ。我最讨厌这种。杀猪。中嘞！请问你要借力量给我？点光石火！招都要这么帅就对了。昨天一二三告白没有成功，有啊，有成功啊，怎么可能没成功？别开玩笑了。所有敌人大幅的物理伤害，这么猛。单体的我们不要了，笑死了！单体兵也在那边嘻哈，还好我来打他。开了、欸，开了啊！这边是要干嘛？这两个憨仔在干嘛？完蛋了，女武神！風の違いを見せてやる。ロビンフッド。敵だ。いいぞクロウ。頼んだよ。次行けな。次。赛哦！各位观众，五月鱼斩！
各位观众，奇迹拳。轻轻松松啊，有奇迹拳好办事啊，我就说奇迹拳一定行。哎呀，这是强硬啊，这边有什么东西啊，绝没有。他不给我过去那边呢，拿钥匙开。靠，这里有地洞可以穿。那我这边走路走了半死要干嘛？那我刚刚干嘛打他？我是不是自找麻烦？正体を見せろ。本来以为你有渣男日常而已。不可能啊，我是一个正常过剧情的人，什么渣男日常这种东西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印度大象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中等的。客家。进入冰冻状态，赛欧，走，你人生有什么了不起？看我的厉害，来，奇迹拳。真的很天真。来，塞哦！45级咯，追上名字咯。没生权。哎呀，刚才的敌人好像有着卡带呢。卡片。田中太郎，中井信松信二，啊，我觉得双叶在试探他。啊，我觉得双叶在试探他，故意给他一张卡片。
松叶真的很坏耶，我早知道松叶是一个这么坏的孩子，回去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一下。天使一能，哎呦，下来了，真的很能。1891就打发我，动作我起甲哦。这他妈当我流浪汉起甲。この程度、俺一人で十分。感じるぞ。接下来是48号和90号、92号的客人，也该让他们输几把，把钱都出来。干 ，baby。下一把开 A 车，好，收到了。正体を見せろ。こっちが有利だ。あとは決意の証を見よう。引導を渡す。早く。使用马哈塞，使用康克的能力，打两次，打两次。意外と硬いな。来，对一名敌人造成咒怨属性中等几率效果。来。戦闘終了。探索に戻ろう。みんなお疲れさんだ。楽勝すぎてあくびが出るぜ。拉修，拉修，这些什么靠塞，实力操作。正体を見せろ。それしまって。チャンスだ。注意して。ジオン属性はダメよ。決意の証。怕什么？全力的你们保护哟！还有火耶！これは情けだよ。马哈塞哦！彼はもう一人の俺だ。佐勒波浪。覚悟の時間だ。行きますよ。怪这么烦！
啊，你早不放我不放，你现在放这个是怎样羞辱我们大家是不是？こんなものかな。OK、先を急ごう。さて。这是哪里？殿堂进度哦，大概50%了吧。新技だ。見とけよ、おい。重复伤害。不用担心啊，这今天一定很快就打完了，因为我有很多咖啡嘛。咖啡那么多，根本喝不完啊！我好想玩哦。お姉ちゃん。いきなり追っ始めようってか。いいぜ、話が早い。等一下是不是会有变身小恶魔之类的？好抱歉。対等に口を聞いてほしくないものね。私はここの支配人でもあり、ナンバーワンプレイヤーでもある。今のあなたたちには私と戦う資格さえないんだから。見下されたものだな。どうしてもお手合わせ願いたいと言ったら。ナンバーワンになるために私は勝ち続けてきたの。相手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ならあなたたちも勝ち続けてみせなさい。哼，想不到姐姐。勝ち続けるって。ここがカジノってことがその答えなんだろう。そういうこと。勝ち続ける自信ある？油断してると足元すくうよ。期待しないで待っててあげる。你要赌钱吗？今までのやつとは勝手が違うな。力じゃなくて策で来るタイプか。上に移動してる。まさかパレスまで来て。ギャンブルをする羽目になるとは。ギャンブルス。
んな本格的なのやったことないよ。みんなは？思ったより時間取られそうだぜ。遊んでる暇ねえのによ。大丈夫、僕に任せて。できるの？勝ち方は心得てるからね。とにかく早く改心させてあげないと。これ以上無茶をすれば出世どころじゃない。検事としての評判を落とすことにもなる。サエさんは昔からこうではなかったんだろう。お姉ちゃんが正義を見失ってしまったのはきっと欲望が歪んだせい。それってパレスができたきっかけってこと？お父さんが死んだことと関係してると思う。干，我觉得明智吾郎干真的绝对没那么单纯。他以前就听得到妈妈讲话了，绝对不是奥村那一次才第一次进殿堂。お姉ちゃん全部一人で抱えてしまって、生活費を稼ぐことや男社会での出世、そして正義とは何か、それらが重みになって。心を歪ませてしま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悪いけど感傷に浸る時間はないよ。時間をかければ僕らに不利な情報が集まるし、警察の捜査だって進展してしまう。一日も早くこのパレスを攻略してしまわないと。自分のところまで来てみろなんて言うくらいだ。お宝は多分支配人の新島が根城にしてる場所にあるんだろう。何はともあれ、そこまで。所以有没有玩饺子老虎啦？来玩饺子老虎啊！右边是饺子老虎机，右左边是骰子游戏。骰子和饺子老虎机吗？不过感觉确实有点蹊跷。要玩骰宝，在这里可以玩猜三个骰子点数的游戏。猜中的话即可获得赌注两倍的筹码，出现三个相同的数字的话，能获得赌注三倍的筹码。
11到18。11到18。是不是在冲掉啊？11到18。3到10。冲掉仔吧！这场子很脏啊，我不敢玩了。这里一定有，这一定有问题。但是绝对不是工人收行为这么简单。他真的只有条件而已，什么都没有。你懂我们的心情了吗？不是啊，这不是这来11到18。干嘛的操盘仔？その辺にせ。このやるか。干嘛再给我遇到这些操盘仔？我妈打死他！妈的，下夹注，妈的不刷是不是？靠腰，把你们杀了也未尝不可。看来问题是在这一间房间，不然怎么会进入战斗？我好气哦！靠腰太气了。月余斩，新しい力に目覚めたみたい。没什么用。
どうやら。对法院的人酷也许就是这样的职能，他是不是只对自己的胜利感兴趣呢？そうね。操盘仔。这个兔女的。金女王，荒霸图，删除。相変わらずすげえ力だな、ジョーカー。HP 最大值哦，好强哦！この力でもっと頑張るから。马卡拉康，马卡拉康，物理魔法。さて、不能玩了，给玩是不是？怎么可以走上去？是把这一层探了吗？シャドウがいるね。正体を見せろ。これらも予定があるんだけど。不意打ち成功。戦力は五分ね。油断は禁物よ。どうしたの？軽減せよ。テイスト。いただいていく。僕ならいつでも行けるけど。了解した。やるぞ。靠！太帅了吧！すごい。好帅，这还蛮强的，能天使好了，能天使是我刚刚抓到的吗？是我原本就有了，好像原本就有能天使。
好，我说天使一定能删掉。相変わらずすげえ力だな、ジョーカー。さて、研ぎ澄ませ。何か研ぎ澄ませ。ワレのナンチ。隐士。不行啊，兰达不能丢，这次又是新的。要这个红骑士啊，到时候再买就好了。这是我原本就有了，加温吧。赛欧，阿赛欧，这是补血。荒魂不能丢啊！这个奇迹拳怎么可以丢呢？如果少了这招，我还能干嘛？这个好了，百倍巨人。また新たな仮面を増やしたな、ジョーカー。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个奇迹拳。よし。竟然挑拨他的情绪，然后让他最后狠狠输掉。があるよ。赌博彻底污染的防具，到底是谁说赌博会污染人的？好多迷宫吗？我在努力。終了、探索に戻ろう。オッケー、先を急ごう。力が湧いてくる。今天很难哦。
剩两个小时是有点。みんな見てくれ、僕の新技だ。よし。あれ、終わったのか？負けないな。腰也太细。ついに成功。これで負けたら勝負しないからな。この技有効だはず。祝福属性大幅伤害。疾風属性が有効よ。祝福属性が無効ね。他の攻撃方法にしましょう。看来我只好使用这一招了。任せたよ。いい、比較。我が愛人ゾロ。敵2体ダウン。モナ、いいぞ。まだ終わらないぞ。我は何時？敵の全滅を確認。やるな、フォックス。次の勝ちへ向けて進もう。みんなお疲れさんだ。よし。大したことないな。有女的啦，只是我先让他们下去休息啊。人家女生呢，你一直叫人家战斗。ジョーカー。おいおい。いいかい？是我刚才找到的那两个。是我刚才找到的那两个钻洞终端机。红跟绿哦，哈，怎么办？Don't you know?
これは情けだよ。ここでペルソナが。おりゃ。この勢いで次も勝とう。さすが。よし、これで戦術の幅が広がったな。色面板，好，我要色面板。可以了，可以，可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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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さて。你是红色面板跟蓝色面板会在哪里？在我刚刚没有走过的楼层。红色跟绿色是不是？饺子老虎西楼层入口附近，员工某处走开。傻逼仔，还我！集中精神，漂亮，就是喜欢你集中精神。哎呦！帮补血。他会反弹啊！怎么样？
助かったよ。感謝する。戦闘に復帰しろ。感謝するぞ。ジョーカー、攻撃力が低下してるぞ。格の違いを見せてやる。有効な攻撃はあるけど弱点は強い相手よ。弱点の粘土属性を狙って。想像する強い相手ね。祝福は無効だから気をつけて。これは情けだよ。我が決意の証を見よう。感謝する。助かった。これはもう一人の俺だ。いけるよ。キレイキ。はぁ、これがどうした。やっかい。干鼻屎被冰冻了。这招24 HP 哦，血魔鬼，谁？クロウ、敵の動きをよく見ろ。ヘルスだ。覚悟の時間だ。乱数に。襲撃波、フォックス、モトラ。恐ろしさを味わえ。我は何時天哪，怎么会这个样子。不能逃啊！不はダメよ。強敵なんだから気をつけて。逃跑。也可以逃哎，逃逃看好了。我逃。猫就留在那里。小朋友才逃跑。不要让我知道谁玩这种游戏逃跑啊。我玩这种游戏要玩到逃跑，真的是。我是测试是不是真正能逃跑啊。我是绝对不会逃。我是帮大家测试一下到底能不能逃。好，可以啊。打没魔的血，我把它换掉。右键，来。来一招屌的，加倍斩击！哇塞！こんなものかな。OK， 先を急ごう。
相手にならないね。饺子老虎激怒恐怖技。饺子老虎机在哪里？我忘记了。相神啊，相神真的很哭哎。话说你扮你戴那个面具到底在扮什么、啊？难道是中二？太好笑了。还有奇迹拳呢、欸。相変わらずすげえ力だな、ジョーカー。完全迷路嘞！到底要怎么回到那个啊？到底要怎么回那个啊？走到
该不会就是我刚刚经过的那一个，就是绿色的。绕了一圈，看起来像绿色吗？看起来像黄色哎、欸。哎，好巧哦！你怎么在这啊？可是要5000枚代币，我根本没有5000枚代币啊。82%的胜率，谁不会中？哈哈哈，太简单了！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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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台，刚刚那台有病，这一台合理多了。刚才那个是奥黛啊，
在骰子中心赚筹码。干，难怪饺子老虎机这么难赢，垃圾。重点是我要怎么走到那个骰子中心？太容易迷路了吧？一定要我对付你，是不是？让我顺利到骰子中心，是巴士在看我没有，以为我会入室。我是懒得走啊，不然这个地图妈的跟我家厕所一样，熟到不行。この力があれば。さて、光の速さでやってやる。真正袂歹。もうさ、ビビってんのか？よし、さすがジョーカー。次の勝ちへ向けて進もう。みんなお疲れさま。おじさま。先を急ぐ。路就在这嘛，谁会迷路啊？要开玩笑。
老板。寻找周围的线索。怪しいな。欸，我卡住了。给我过去耶，只要要按圈，抱歉，不是爬过去，怎么会这样啊？原来如此啊！开个小玩笑啊！那大家稍微紧张一下，制造一下那个气氛一下。刚那个气氛爬不过去的那个紧张气氛，你们有感受到吗？有感受到就好了，这样我就开心。大勝利！イエーイ！さすが！才1500块就要打发我，你们通通给我留下来！今が引き際だ。さて。宝箱だぞ。地图好大啊！敵は見たい。大丈夫だ。私を見よう。開始而已吗？これでより一層の貢献を誓うよ。今の大したことなかったね。シャドウ。正体を見せろ。他这个开始这个开枪后跟那个我拿的远程武器好不好有没有关系，小气，我们就是
算了嘛，干嘛这样，搞得大家多难看啊。小气鬼。さて。这一台机器看起来就很有问题。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哼，算他厉害。这样绕他，这样。居然有人啊！走！我不止让你走，我还欢迎你走，就是。真是个好人，最喜欢相声的。さて。波浪。不要乱丢东西啊！最后当然是使用我们最强的一招奇迹拳。不要，是故意不打死他的。难道我故意不打死他，要让他求饶这件事情也要大声的嚷嚷跟大家说吗？一瞬だけ待ってくれ。示せドロー。
まだ終わらないぞ。ガチだからね。さあ、観念しな。妥協してあげます。不贪，最讨厌那些贪钱的，是为了让你看，让你们看戏。真的是，这一点点心思要大声嚷嚷说出来。よし。いいぞ、見事な成長ぶりだ。速さでやってやる。この四安全小屋。新たな。やるか。登录一下。面具太多了，有点尴尬。登録を行う。登録するのですか？構成の時間。刑を執行するのですね。たどるべき道は。四十七级有什么可以？四十七级，阿难陀。可もなく不可もなく。哎呦，阿难陀怎么是那么多蛇啊？恶心，我讨厌蛇。終わりですか。時間です、囚人。没什么配合的、啊。聊天室这么多话，哎、欸、，Mason 哎、欸、，Mason， 我跟你讲，你很久没有来了，你是不是两天不见？你是不见两天？现在给我好好的回答问题。你叫我玩那个游戏，然后我跑去玩一玩，然后你他妈给我下线，两天没有出现，是什么意思？十八世一定要叫蒙牛来对付你，你才开心。那我要使出蒙牛这招，你才会怕喽。你再这样，我要叫蒙牛了。筆を洗うより容易。感じる。天哪，终端机到底在哪？怎么那么远啊？シャドウがいるな。跟蒙牛有关系啊，因为他那天也有玩啊。他说：“哎、欸，梅神呢？梅神不是说要玩吗？”干，我们去下载这个游戏干嘛？那个一个二 D 射击可以四个人玩，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
啊！奇迹拳，嗯，哈！你想对女生干嘛？你从后面。太坏了吧！太糟糕了吧！原谅你了。さすが。よし。才刚打完一只，怎么又一只蹦出来啊？而且 Mason， 我跟你讲，那个游戏我们玩到第十关呢、欸。我们已经不小心玩到第十关了。順調だ。このまま行こう。オッケー。先を急ごう。さて。光の速さでやってやる。关机就该在这个地方吧。门吗？上面的这些，这个穿着很性感的妹子，有没有人要啊？自己领走啊！我就不跟你们抢。误会，前两天跟今天跟晚上都有约啊。原来你是都有约啦，你都忘记你约了蒙牛啊。马汉马是什么东西？没有办法大声啊，我也想要大声啊。
太大声了。好，我直接把这个 PS4 的音效稍微小关小声一点。好啊，你点这个叽叽巴巴叽巴巴，我要跟蒙牛讲，我要跟蒙牛讲，蒙牛那天等你等到早上六点，他说为什么 Mason 会不在呢？为什么 Mason 会不在呢？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要玩这个游戏之后人又不见？等到早上六点，我就告老师大王了，我最喜欢告老师。我还很喜欢吃披萨，怎样？请你吃披萨。给予所有敌人一到两次物理属性的中伏伤害，哎呦，蛮猛的耶。この技、早く使いたいものだな。死亡游戏，给予一名敌人特大伤害，换手。特大伤害，就像猛爆。三回合提升所有伙伴的防御力。设备真是不能接近。んだよ。手っ取り早い方法を思いついた。コインを全部もらう。全部？こ。できるの？勝ち方は分かってるからね。这边的筹码全部拿走，是用抢的，是不是？理解。哈哈，你这个菜鸟也太会使用钱币。干，我还要重新走出去哦，干袂伤远。这游戏有这么笨吗？一定是可以从这边直接走进来的，走出来的吧。靠，有员工通道哦。魔物我会买啊，魔物我会买。就是个魔物猎人嘛。我身为一个屠，不是，我身为一个抓怪小天王。这是我吓了一跳，发生了奇迹的大提升机会。赌注是平常的五倍，最多可以玩四局。玩，好，三到十。
轻轻松松啊。マジか。赚取五千不够啊。哦，我要把所有的房间的全部弄完玩到五千啊！人家说要在骰子中心里面赚取筹码。很爱赌博啊，这群人。クロウたちは？お待たせ。すごい。思って。那是不是去偷的啊？耀阳是不是去偷东西啊？すごいね。好，老虎机，走。在哪里？夜怎么不会放逆转？我也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放逆转。说好的逆转。
怎么又被发现了啊？全是樱桃的话，就有5000枚。嘻嘻嘻的话是5万，会中吗？5万。包在我身上。喷出来了，哇，好爽哦！要是在摇根可以这样喷出来。阿罗塞，过去，先记个路啊。嗯。欸，不是，干你娘的，不是这样记录的，不是这样记录的，其实。断电断一个太习惯，差点断电了。ルールにのっとって集めたんですかね。私はここの支配人でもある。私が勝つことがここのルール。なりふり構ってられないんだね、どっちのサエさんも。お客様のお帰りみたい。お帰りはてめえだ、暗いな。へへへ、家伙。全部こうの方が面倒はなくていいぜ。哎呦，时钟仔！先来个拉加，加尔拉试试看。来个赛欧吧！覚悟の時間だ。他防御也太高了吧。来い。来
奪え。電波。いけ。やれ、我が半身。どうですか。彼はもう一人の俺だ。降防降防奇迹拳哦，这个厉害！再来啊，奇迹拳！哎呦哎呦哎，感谢感谢四个月，噔噔噔噔噔，嘟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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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是女生呢、欸，是噔噔噔的女生呢。再看不。噔噔噔。人的生命を左右する裁判をギャンブルだなんて。左右人生的审判，居然是个赌博。サエさんの口から聞きたくなかったな。お姉ちゃんは歪んでる。早く止めないと。みんな同じ。もたついてる暇ないぞ。支配人フロアとか言ってたな。マコトの姉ちゃん、きっちり改心させてやろうぜ。
どけよ。この先はハイレートフロアでございます。アポはございますか？どけっつってんだろうが！騒ぐのまずいよ。バチャチオ。アポはございますか？ハイレートフロアとやらに行くには何か条件があるらしい。コイン取ってきてんのに。きっとお姉ちゃんの認知に関係してること。想像つかないね。認知か。つまりサエさんが僕たちのことを入っていいやつって思えばいいんだね。このカジノって現実だと裁判所なわけだから、あそこはきっと関係者以外の立ち入りが制限される場所。難道是要有那个吗？啊？法廷ってとこだろうな。さすが名探偵。認知世界の仕組みをもう理解してる。俺だってあんなもんだったよな。要传票。リュウジは相当時間かかった。俺は時間の感覚違うんだ。でも法廷になんてどうやって入るの？リュウジがなんかやれ。やんねえよ。傍聴人になればいいけど、お姉ちゃんも出席する裁判をどうやって探せば。それなら心当たりを探ってみる。都合がついたらみんなに連絡入れるね。ここは一旦解散だね。じゃあまた法廷で。は？还要出去？ホーリー。去吧。还以为你多帅，扮成圣诞老公公。哎，我来抽个卡片，12:27也可以抽卡了。何かご用ですか？ジュスティーナ、お前の登録ですか？本当にいいのですね。囚人を正しきに。さあ、刑を執行するぞ。終わりですか？時間です、囚人。那一定有开一个小圈圈群组。而且有场官司，好像就要明天。敌人，よし。おい、おい。ご主人様、力加減はいかが？舒服啊。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お？またね。舒服啊。
苏胡哦，再叫他来煮个咖喱哦。娜娜，どうする？戸締まり頼んだぞ。はい。重点是我现在啊，武器店老板。どうしますか？还是总治郎？是老爹啊，是武器店老板。不用再一二三了，一二三已经拔到了啦。哼，他已经。哎呦，又有二十几万了。よく選ぶのはいいが、やばいことには使うなよ。とばっちりごめんだ。哦，这个书魔是什么东西啊？一个五万块、欸，我、哦、就刚才那个饺子老虎买的。Holy shit， 好有钱哦，这个玩意儿。また来い。一二三还没实行呢，还没实行。我现在能干嘛？我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做了，除了跟武器店老板继续刮干净之外，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啊？充勇气吗？看个电影。卖咖啡，亏你想得出来，亏你想得出来卖咖啡这一招，这招我都没想到呢，居然被你想到了。吃汉堡可以那个吗？吃汉堡可以加那个吗？加勇气吗？战前广场可以买那个。さあ、それでは。大汉堡十个。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哇，加三还没有冲上去。敢忘记占卜了啦！帰るとするか。
我忘记先占卜啦。说不定这一次三，说不定占卜完就五星了。哼，占卜完一定会五星的，占卜完一定会五星的。好，我相信你们。应该是不会准时下班的。有没有人明天要上班上课看不了的啊？如果有这样子的人的话，这我们还是准时下班好，因为不能影响人家这个上班。应该有吧？应该有吧？有是不是？阿轩。阿轩，阿轩，阿轩要上班哦。どうしますか？小瓜要上班哦。刷到了。明天期末考，那你一定要先睡觉。没有，你现在就应该去睡觉了。期末考，你现在就给我去睡觉。呀，考不好，回去你妈问你为什么考不好。这个暗示加班费，我只好给了。看来只能加班了。我加班费才60块而已。我等下以后每天人家都说，哎，60块加班哦。没有暗示啊！加班加起来波浪符。就是我，谢了。我加了这个班，我加了，我一定要加班。这班我加了，这班我一定加。いいぞ。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谢谢啦，谢谢你的抖内，但是是有点太多了。谢了谢了，加班加班加班。谢老板，谢大哥。嗨，一小就好，谢了。我们就加一小，是大哥说的。安静，安静一下啊！我们来改变计划，我们来复习上周的内容。どうする？看书。哎呦，剑豪无勇传只看到最后一剩一画了。1000，哇，发达了！
って。自然と身が引き締まってしまう。よく新島さん、こんな厳粛な雰囲気をカジノだなんて思えるよね。あのできる女オーラ満載なのが誠のお姉ちゃん。うん。スカ、この裁判って何やんの？ある議員の政務活動費の使い込み。それ雑誌で見た、愛人と温泉旅行。つか議員って金あんだろうによ、使い込みまでして遊びてえのか。话说议员也是很有钱的吧，他就算不惜挪用到款项也想去玩吗？他已经扭曲。人の金で遊ぶって根性がダメすぎる。虽然很想要选三，但是我怕被真打。でもこんな言い方ちょっと変だけど、新島さんって私たちの捜査で忙しいんでしょ？こんな裁判なんてやってる暇あるの？捜査指揮拝命前からの裁判らしい。普通なら他の検事に引き継いでもらうけど。サエさん、完璧主義なとこあるからね。てか、どうやって新島さんに気づいてもらうの？連絡とかした？メッセージ読んでくれてないみたい。作戦はあるのか？別に。そのうち気づいてくれるでしょう。他就在这边喊一声姐姐。あれは学生が多いと思ったら明智君に誠。そういえば来るってメッセージが届いていたような。今はどうでもいいことね。ほらね、そろそろ始まる頃だね。よし、新島に我が輩らが裁判所の立ち入りを許されたことが伝わったな。これで拝礼となんちゃらに入れるはずだ。裁判が終わったらパレスに直行するぞ。出てくんなっつの。他们应该现在马上离开吧，然后直接进殿堂才对啊。这样姐姐会觉得他们还在这边，她就很容易就放她进去。さあ、今日も美しい仕事を始めよう。やるか。离开太马上离开太明显了。没有啦，没有直接进啦，他是审判结束之后他才进的，因为。片的数字数量。どういうこと？这边可以玩骰子。抱歉。我才不是因为自己想玩的，我是帮大家 check 一下啊。
怕大家误会。天平。一手攻击有十二个啊，完全绰绰有余啊！太轻松了，开锁这种东西完全不是问题啊！这件事。来到暗黑的迷宫，暗黑之旅。啊！各位 VIP 选中自己的代理人，让他们一决胜负的地方。简单来说，如果一成赛马的话，就需要马，但是各位并没有代理人。那么由我来说明一下规则，这是个非常简单的迷宫。我注意脚下稍微有些昏暗，所以请千万小心。进入迷宫。認知の影響が少ない。その辺セーフルームない？彼此当然没有配音员了、啊。暗黑之屋，后里血的恐怖游戏啊！哇！干死这一只哎，我的天！对对对，都打他，都打他！闪电，闪电是不是？把老公的私房钱给你好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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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加速了。
不要不要再加速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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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速了，开个小玩笑而已，不要再加速了，不要。この技、早く使いたいものだな。提升所有队友的，蛮厉害的。居然可以开心眼啊 ，baby！ 那我刚刚从哪里走来的？哇，我已经走这么远了哦！哦，真的是很会走。一直跟人家要钱。谢谢双叶大大。勝利だ。みんなお疲れさんだ。我が輩の魅力がまた増えたな。いや、およ、一名伙伴全 HP 恢復耶。好猛哦。よし。一瞬だけ待ってくれ。こぎすません。感じるぞ。正体を見せろ。
还好没斩下去啊，不然我还被聊天室骂死。仕方ないね。この力でもっと頑張る。哥，哥什么？看起来很烂。不爱的。さて、我が輩にかかればこれぐらい余裕だ。我的天哪，这里怎么会是？这里怎么会没有路啦？这里怎么会没有路呢？不知道路在哪里，怎么那么复杂啊？こっちが有利だ。この辺りの山場。しぶといやるな。欸，好久没有看那个右界的大局的那个总攻，帅。さて、たわいもない。我刚刚怎么没看到路？もう一人の俺だ。くらえ！
も固いな。这边怎么会有一条路啊？怎么会有一条路在那个地方啊？是不是刚刚才生出来的？电死！然后修真被电死。このまま行こう。さすが。さて。八四不能怪我，其他的路。哇，为什么永远都有这种孔啊？正体を見せろ。这地图真的很大。
气をついた。力真的大得不得了。蹴散らせ、これも敵だ。フォックス、華やか。頼んだ。まだ終わらないぞ。老人になんてこと。蛤？光头哥哥是我吗？光头哥哥到底是谁啊？最近很常见。ジョーカー、敵を撃破。バカな真似はしないぞ。もうできない。たく時間に無駄だったね。今が引き際だ。さて、シャドウ発見だ。暴いてやるんです。哎呦，这只什么东西啊？地动山摇的淫女，先给他一个袭击拳。总而言之，根本没有人欢迎吧？你们应该都很清楚吧？人类女孩子的穿衣品味，没关系，没兴趣，没有季节感。我は汝、汝は我。换掉一颗拉克西斯，这是什么蛮强？加温哦，加温蛮强。这个好，歇斯底里国掌，不要。また新たな仮面を増やしたな、ジョーカー。よし。ね？ジョーカー。お？又是苏魔哎！哦，シャドウがいるぞ。注意しろ。又赚五万块。暴いてやるんです。一年間なら勝てるんだけど。主要在表演是那个脸书那个魔术，早就已经不会了。那个手要很快、欸，我已经不行了。那个要练，那个练，那个要练个几天，换地换牌。
马那个迷宫里完全都没有想到我们通过历史。你们没有看过那个魔术吗？那个魔术你们没有看过？是寻找红心 A 啊，寻找红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梗我没跟到啊。这个蛇到底是？观众，五月雨斩，哇！来招最痛的，五月雨斩。升级是怎样、啊？よさげのスキルだね。おめでとう。招什么？给所有敌人大幅伤害，哇，好猛哦，塞哦。新技だ。見とけよ、おい。ニューパワーゲット。これでより一層の貢献を誓うよ。塔尔卡加是什么东西啊？不管他是什么，他应该蛮厉害的。都来过了。
是啊，我怎么觉得我又迷路了、啊？这是哪里呀、啊？这里吧，黑暗之物出来了。馆长在 YT 说要跟毒气对着干。看了也是，那种垃圾怎么可以解编呢？真的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特色不应该解编的。やるか。他叫我搭电梯吗？他应该是叫我到另外一个这个场子吧。他是寻找其他，他是说到电梯附近吧。欢迎来到燃烧生命之火的灼热竞技场。堂堂正正一对一三连战。安全小屋。然后在柜台跟他讲，是不是说，对，我们要打。交给你我就对了，来吧。信是不是在担心我？我完全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地方。好，万众期待的一战就要开打了，参战的是武力大人的笨蛋怪盗团长。怪盗团一赔23倍 ，all in 了。这个我有塞哦。我血居然不是满的。我记得啊，这个是赛欧。いただいていく。おお、ジョーカー、かっこいい。天才だ。うまい。ナイスジョーカー。弱点に見せろ。無理だぜ。おう、ジョーカー、かっこいい。エルソナー、うまい。
Holy shit， 这样我顶得住吗？力が湧いてくる。哇哦，这还不是像，很厉害嘛！笨蛋怪盗团居然赢了。念起来好啰嗦，直接叫笨盗团吧。秒杀！嘘！哈哈，作弊了吧？蓄力可以消吗？对，我只用四王子就好了。哎呦！成功他！哈哈哈！堪比。どうした？みんなどうだ？さすがジョーカー！ハッ！还以为自己多痛，天真。赔率居然是会，哦，奖金10万，マジか？不能容许我去
上个厕所啊，上个厕所先啊。全部都要去厕所了、哦，怎么会这样呢？真的很糟糕了。抱歉。好，现在开始过桥，必须的枚数已经提升到100万枚了。好久不见，贝克。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不太妙的感觉。我这个 VOD 还能上传吗，大哥？有100万枚就能通过，对吗？唱的有比前以前好、哦，还行还行。我快要受不了，后悔钻进心里手，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超烦的。你要去哪里调音乐的大小声啊？不要乱点歌啦！这个剧情正在走在高峰上，你忽然点一个这个歌，啊，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好，以斗技场的客人的身份，将这个总额拿去压在Joker身上的话，赔率23倍变成46万倍。
啊，田中太郎的卡片。为了动手脚，并没有丢掉，而且拿来偷偷的获利耶。すごい。其实，在余额46万枚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借到额度的上限。ということは、还掉刚之前借的10000，总共有91万枚，加上九合的10万枚，我现在有101万枚。贝克有怀念吗？啾咪，怀念啦，啾咪啦，啾咪啦，啾咪啦。这么多的话，把我那美好的前程，珍惜你锦绣的人生，愿你走进甜甜梦乡，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糟糕，对不起，跟他加班费的干爹。好了，没了吧？那下次我玩这种单机剧情，我会把懂内音乐先关掉，这样我玩不下去。这个没办法切一个，他就打进去了。绝对不能点五月天就好了，好吧？点五月天，我整个 VOD 毁掉了。好了，回来了。多谢夸奖啊！能会快到魂斗树上，先是我的荣幸啊。じゃあ行こうか。好久，谢了啦，感谢你的抖内啊！但是这个，抱歉，我刚来不知道。下次换一个那个，换一个那个时间点啊，例如在打小怪的时候点就没什么差、啊。没事的，感谢你的抖内。卡片的中中现在的余额有这个101万枚，哇！启动审判之桥吗？启动。啊，开车的时候可以啊，马里奥的时候随便你抖都没关系啊。马里奥的时候要抖什么都可以啊，啊，随便你抖。
欸，到了，先到密宝嘞，还好不是在这段剧情的时候抖的，没关系啊。ここは虹のようだな。あの台座がお宝の出現場所か？いろいろあったが勝ち上がってこれたな。支配人様の陥落ももうすぐってわけだ。土足で踏み込んでくるなんて野蛮ね。勝者には品位も必要よ。せっかくゲームでもてなしてあげたのにまだ満足していないようね。いいわ、そういうことならこちらにもそれなりの用意がある。ここから先は命の保証はない、真剣勝負よ。何が相手でも私は負けない。お姉ちゃん、潜入ルートは確保できた。戻って予告状を出さないと。予告状を出せばお宝が現れるんだよね。ああ、ターゲットに危機を認知させればあのモヤモヤが形になるんだ。お宝ってどんなものかな。それは人それぞれだから。鴨志田の時はメダルだし、マダラメは絵、金城は子供銀行券。お父様はプラモデルの箱だった。要はパレスの主の夢の始まりってことかな。欲望が肥大化する、そのきっかけとも言える。考えていても仕方ない。戻って予告状の準備だ。话说，从刚刚我在想，这模糊的景象好像警察手册。被人利用，甚至上是什么？打 boss 完剧情很长吗？何かご用ですか？こうし、打才39分而已。囚人を正し、やめるのか？見るのですか？登録本当にいいのですね。还有20分钟耶，绰绰有余吧。囚人を正しき道へ。やめるのですか？更生の時間だ。刑を執行するのですね。ここではない世界へ。先電死一只。电视这个加温哈，欧赛不要点哈，电视的加温，我们再点这个好了，奇道舔机好了，点，啊靠，我没有记录。心を躍る瞬間だな。拜托点一个好一点的，拜托，拜托。拜托，拜拜拜托！
时间观念呢？这只还行啦，这个有这个，下一集的时候有这个，好像还行。等到，好了，就这一只了，不错了，还可以用。時間です、囚人。好了，走了，出去了。哎呦，好长啊！总算到了这个时候，剩下就发布预告信了。真凶到底是谁？我们认识的人。可以开车开到两点，也是 OK 啦。还是要明天再看这段剧情，我都可以了。やるか。建议明天再看哦。剧情很关键，很好看就对了。很关键，很厉害，很好看就对了。哎、欸，不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剧情，等一下，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剧情。書くか。こんばんは。我想在你的房间研究降棋。女流棋士協会を辞めました。アマチュアからもう一回やり直しです。哎呀，我刚刚怎么没有叫老师来做钥匙啊？太失败了，太失败了，我真是太失败了，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是女性棋手协会的，让他们刮目相看。そのつもりです。大人に利用されただけって、かばってくれる人もいました。でも、一番悪いのは私。私が自分をきちんと見つめて、自分の気力を分かっていればよかった。アイドル扱いが嫌だったのも、将棋の実力だけでのし上がれると思ったから。お母さんのこと、何も言えません。八百長が分かった後も、あなたは私を見捨てないでいてくれた。誰かに信じてもらえるのって、こんなに心強いものなんですね。
新手開発の手助けと将棋の指南。最初はただの取引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ね。でもいつの間にかあなたは私にとってかけがえのない人です。私もうヤジは気にしません。今度こそ実力で周りを認めさせてやります。こんな風に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もあなたがいてくれるからです。感謝しています。我は汝、汝は我。汝ここにちぎりを血盟の絆へと転生せしめたり。絆は反逆の翼となりて魂のくびきを打ち破らん。今こそ汝、星の究極なる決心心心的究极奥秘。無尽の力を汝に与え。在伙伴行动时，能让行动的伙伴和待命的队员进行交换。哦，随时可以换人就对了，好强哦！よし、よし、路西法。では、最後の指南を。最后的指导，请你好好的指导我吧。私の指南があなたの役に立つこと。あ、你要走了？不会吧。いえ、怪盗団の役に立つこと。被你发现了。ええ。お母さんのことあなたに話して、お母さんが変わった。これが偶然じゃないことくらい察しがつきます。私にできることがあったら今度は私を頼ってくださいね。応援しています。あなたのなすべきことをね。それでなんですけど、我想说没有剧情的嘞，想不到还有。正義の味方なら、それって皆さんのために忙しいですよね。私も恋愛禁止はなくなりました。今だけは私だけのあなたでいてください。进行了只属于两个人的漫长对弈。哎呀，这时候如果老师在，哎呦，嗨，你的钥匙做好了哦。我就不是这种人哦，不然我刚才就阿姨还好啊。没了，哈哈哈哈，叫我吗？和平常一样，哈哈哈。那，好了。今天就到这边了。
还要开车吗？还没两点呢，不如开一场车吧，不如开个一场车吧，这样子就刚好两点了。可以抖了，可以抖了，现在要抖，快点，快快快快快，征求抖哥，没有了，开玩笑的啦。哎，我看朋友与劲敌这边有没有人在玩？这个 Odin 二哥啊！剩下这些都不认识，哎，这些就不知道是谁，算了，我直接正常排好了。好了，玩个三把睡觉，可以吗？玩个三把来睡觉哈。这分数勉勉强强，正常水准。
我不好意思，我对不起大家，我是一个垃圾。这真的不是操盘的，这个我跟你讲，第一次那一次是因为，第二次那是因为奇怪，为什么我会掉下去啊？这件事情根本就不科学啊！怎么会刚好掉下去呢？最后一把、啊，最后一把、啊，打完休息啊！A 一，哎不 ，E A， 下一把应该是 A。还不如怎么会是这个地图啊？靠！UAZ WSX 1425，感谢。巴菲拿到金币，不要马上用，这样下一个比较不会是金币。好的，这招我知道。不是啊，我刚才那个一定要用啊。这是一定得用的啊，是领先的时候不要用吧。
的色彩。转啊你哥，我不是连按的吗？这结果让人难以相信，只好再玩一场，最后一场，真正的最后一场。睡不着，所以最后一场。这一场就是真正的最后一场。这一把我有信心，给我一个。这把我很有信心。不要再撞了。会犯下刚刚那一种失误呢？5秒啊！怎么又是这一个场景啊？睡觉喽！
睡觉了。好啦，感谢大家收看，可以睡个好觉了。大家晚安，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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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